成绩出来了，我只考了全省第一，和全国第一差了0.5分。真的假的？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，我不配。虽然考试的时候发烧了，但这并不是我考砸的理由。现在我就去抄写《论语》100遍。妈妈，我出去放松一下。你上哪去啊？当然是去图书馆了。台大放假了，不用每天都学习。学生不学习，难道玩游戏吗？你给图图打扫打扫。妈，这么早就起来学习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我怎么能够浪费如此大好的时光呢？帮您打扫家务是我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。您去跳广场舞吧。你就是大疯了吗？你是不能让图图三件事里不是不发出完一个假期所有卷子的。难道大家又可以学给老师上课的？慢去了。妈，我考了60分，多好可以看2小时电视。面对疾风吧。